救我的父亲。12点多，我接到父亲从桃园来的电话，爸爸在急救，就在医院的门口跪下来跟神祷告。很快的，爸爸就会救回来了。真的是痛哭流涕，然后牧师师母替我祷告。哎，真的，我那个心里的压力就得着释放。然后早上起来也是感谢神。然后神就这么做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好奇妙，那个忧虑焦虑就已经不见了。我觉得自己当初觉得那么难管教，他容易生气，事实上神给他一个是勇敢当下心态做的心。当我等候在过程中，你向我唱出爱的旋律，你应许我与你同行，是我旅程最终的目的。你是我上帝的话语，所感谢主将一切都交给我。